上干部吃饭。哟，今天又有什么喜事啊？有啊，这鬼子和伪军啊，狗咬狗的给打起来了，死了30多人，还有十几个正在抢救呢。听说了吗？这么多敌手，活不了几个。这不，自个一高兴，请大伙吃饭。资源哥说了，鸡呀、不能炖得太烂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好，走了啊，吃吧，我不打扰，我走了哈。你不能走。老冯，大伙都不敢吃，有人说，说是有人在菜里下了毒。张司令，你不会相信汪大队长胡说八道吧？我信，我非常相信。你就把这碗鸡汤喝了。司令，这鸡汤十分的珍贵，因为啊，同志们想喝，我这一个炊事员怎么能喝这鸡汤呢？司令，你得带个头，你看，你要不带头喝，他们怎么能敢喝呢？你看你忙里忙外的。多辛苦啊，喝碗鸡汤算什么呀？你要是真不喝，说明你真下毒了。这不对吧？这今天谁有吓唬我？王大队长，你要吓唬我是吧？行，我喝。哎呀，这喝汤多是一件美事啊。不甜不淡，味道真是好极了。怎样，看没事吧？喝吧，趁热喝吧，趁热喝啊。都怕死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不喝也白瞎活着。既然大家都知道，这戏我就不演了。我就是大名鼎鼎的重庆军统和大日本双料攻击特工，代号穿山甲，天皇陛下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！来，这里给我完整的说，这就先放。